电的。非常重视人权，但也认为英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是毫无意义的做法。据路透社报道，本身是英国人的塞巴斯蒂安科向英国媒体表示，他不认为从长远来看，抵制行动能取得很大的成效。他认为抵制奥运会最终受苦最深的会是运动员。假度无语。Brukum, we. Wei wei, 看不到 wei. Bagaimana wei? Ini saya make zoom.上山人的灯应该会变冷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要听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这人的灯，阿弥的灯应该也没有松板。要吞大大力是不是？格雷多。Kabur je, kira-kira. Sesuatu.